灵珠是女娲大神将水、火、风、雷、土这五种巨大的自然之力凝聚而成的五颗灵珠，为人间最强之力。那日正是你渡天劫之时，有五灵珠加持，众人皆以为势在必得。那时天空里竟出现一名神秘来客，妄图抢夺五灵珠。那人实力非同小可，就算我们联手也无可奈何。正当那人即将带走五灵珠时，灵珠却忽然爆发出强大灵力。回过神来，他却已经失去了踪影。无所谓好或不好，人生一场虚空大梦。韶华白首不过转瞬，唯有天道恒在，往复循环，不曾更改。徒儿，你遭此大劫，功力尽失，需重回人界修炼，但此番下界凶险难料，为师那几个仙友说要教你几招仙术防身，你且去拜访一番吧。小友，想学吗？此乃变身之术，来。看来小友，你这变身术用得不错嘛，不过在真正需试试你的四段普通攻击，可以有效打击敌人。通过释放技能对敌人造成大量伤害，不过可要留意技能的调息时间。使用仙术撒豆成兵，能够召唤帮手，助你一次对抗多名敌人。
看不过嘛，厉害吗？帅不帅？想去？切，你这小娃！想变得像我这般？好了好了，事不宜迟。在凡间走动，不，你这名字起的，我们几人为你。你没事吧？有没有受伤？喂，你说自己一直住山上，要不要跟我下山？你说自己一直住山上，要不要跟我下山？喂，你说自己一直住山上，要不要跟我下山？别客气。我呢，叫做韩灵沙。你应该也是修仙之人。修仙果然没那么容易，瞧你这一下，你摔得前方就是太平。
近村里怎么总是出怪事？是不是？依我看，俺的钟馗面具。那怎么行？村里好像出了些怪事，不如我们……我听村里人说了。大铁，走，我们找村长想想办法去。王大哥，等等我。村长，这事儿可得快点想个办法。吵吵嚷！村长，妖怪！我看到妖怪了，刚跑出村口，还打俺的面具。妖怪，这可难办了。诸位，我俩略懂一点法术，又有能够寻妖的。眼下也没。我们先去发现妖怪的地方。跟我来，我带你们去发现妖怪的地方。是我的错觉吗？最近这世间的妖怪好像越来越不安分。就是这儿了，两位大侠，看看能不能找到些线索吧。这符纸上，巡洋鱼向村外去了，快追！